依晨录制恋爱综艺《心动的信号》登上热搜，有网友表示路透照状态超好，藏青色抹胸上衣搭配浅色长裙，依旧是干净利落的穿搭，还是大家熟悉的袁湘琴少女感爆棚，引起网友的热议。这些年林依晨时常靠着匪夷所思的婚姻模式成为话题焦点，比如凌晨四点起床伺候公婆，与丈夫长期异地也要在家伺候公婆，为了挽回形象，她特意发文我不卑微，她也不扎针澄清质疑，否认凌晨四点起床做早餐送公公上班，丈夫外遇被逼吃青蛙，豪门媳妇卑躬屈膝等等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回应过自己的家庭生活，而是回归事业，极力撕下偶像剧女王的标签。前不久刚热播结束的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，然后我们看到了林依晨想要转型的决心。